虑，我从来也不急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着去看戏，我手里拿着小皮皮，我心里在想。哎、欸，嗯。哎、欸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是你同学啊！小新在这里干嘛、啊？出来运动啊！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家？你不担心你安全吗？安娜，安娜，我有爸爸救我呢！爸爸救我是这东西吗？没错。那为什么他叫爸爸救我啊？让我的朋友来告诉你吧。为什么要叫爸爸救我呢？真是个好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利用幽默诙谐谐音，让顾客更能深深的记住“爸爸救我”这项产品。再来，爸爸就像我们家中伟大爸爸一样，可以无时无刻的保护我们的安全。而把就是脚踏车的手把。再来，拔呢，就像我们拔出防棍这个动作一样，